下，然后如果二手烟会觉得自己不对，应该带他去会有吸到二手烟的地方。对，会很心痛，也很舍不得嘛，哈。对。所以那你会用什么方法？如果你看到身边有人吸烟，你会用什么方法帮助他，让他不要吸烟呢？我平常是跟他有说不要吸烟，然后跟好朋友的话，我就会传简讯给他，然后寄一些比较可怕的图片，就是像有时候我有收到这个，对，就是有时候收到还蛮有意义的戒烟的那个照片，我就传给他们，因为我觉得照片对我来说还蛮震撼的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对他们来说相同震撼。对，所以我们看他的好方法，对，就是为了你看右边，再看中间，好，中间拍完，请看左边。好，我们看。好，继续呢。来，所有中间。好，我们先看右边。手低一点。手略低。那我们两个。手再低一点，好，看中间，手再低一点，手再低一点，来中间，中间，先中间，谢谢，来我这边，好，看左边，来下面这里，好，中间，开始戒烟成功，好，来我们看右边。在华文街网报名五月完全不吸烟就有机会抽中300,000元跟60,000元等的大奖。其实我觉得奖金只是 bonus， 其实最重要是你一辈子的健康。对，哦，我想每一个人都是在那里讲，哈，奖金是其次，那是意外的附加的价值，但最重要是你只要戒烟，你就赢得健康了嘛，哈。所以这是一个戒烟就赢比赛的起来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呼吁一下，好不好？姐姐妹妹站出来，哥哥弟弟一起来。好，一起来参加戒烟就赢比赛，所以今天我们只要在这里